过去的一年，我经历了几个特殊的时刻，比如走进人民大会堂，投下庄严神圣的一票，全国人大会上专门准备了盲文版的会议文件，方便于我阅读。这满满的细致安排，不仅仅是我理直无障碍，也令我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爱。我是一个盲人，但从基层走到人民大会堂，依法履行职责，我感到这就是摸得着的民主。虽然我看不见这个春天的五彩缤纷，却感受得到春天的温暖。我知道我不仅要把残疾人兄弟姐妹们的声音带到全国人大会上，更要把党和人民的关心关爱传递给广大的残疾人，鼓励残疾人兄弟姐妹们向阳而生，走出一条自强不息、昂扬向上、绽放光彩的人生之路。